先做一下。OK， 现在我们做第二道菜啊，先放一点牛油哦。那个芝士香菇啊，现在没有那个冰的可以说。放一点牛油，放一点牛油在那个这些香菇上面啊，这个很容易的哈，这个很容易的，但是很好吃，很容易，不过很好吃哦，香菇，香菇放一点油放在明天圈上面，休息为了走更远的路哈，啊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休息一下，那给自己休息再整装出发，放一点对对黑胡椒，就是现在在有空啊，做一个这个。提早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，今天星期五哦，所以做比较简单的。然后你们有这个 cheese 吗？等一下拍不到，等一下你不懂啊，这个 cheese 啊 ，perfect Italiano， Italiano， 对对对哈、，perfect bake 啊 ，perfect bake， 这个 mozzarella cheese 啊。对。然后卤辣卤辣。这个是容易啦。这个很简单的。但是哦，有些哦，就是在家里有时肚子饿，简单吃。给你们的孙吃啦，哦，他们喜欢吃这种。啊，一半阿摩芥，一半一半，那个香菇不是阿摩的，所以这个是一半，中西合拼哦，一半的阿摩芥。对，有时这些哦，有时我的孙他们喜欢吃哦，就做给他们吃。煮给你的孙吃了哦。煮给你孩子，煮给你们的孙吃哦。Yeah, 有时他们晚上哦肚子饿哦。大家不会黏住那个。是很简单哦，但是好吃啊。对，这个简单也好吃哦。我们每次介绍简单。对，这个有时他们晚上肚子饿哦，要吃我就这样弄给他们吃。做给小孩子吃啊、大人也是可以吃啊。这里，等一下。今天的东西全部这样一粒一粒放在一起煮的。很容易哦。你们可以在 comment 写你们要看什么食谱哦，那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食谱。那锅贴要煮多久？锅贴煮12到15分钟。十五分钟啊。小火哈、小火。我还没有熟的哦。对，还没有熟哈、等一下好了，我会放这个、好了，我们会放这个，你要放也可以，不要放也可以。这个是那个姜吧，那个 bacon 哦 ，bacon 姜吧，姜丝吧，腌的那个姜丝吧。好 ，bacon bits， 他们晒干了，一粒粒的。NTUC 可以买这个，好 ，McCormick 的，好 ，OK， bits and pieces， OK， OK， 这个可以去 NTUC 买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烘了 ，OK， 可以放 air fryer 烘，也可以放那个烘炉，oven 这样。Welcome to night life， 八点，今天晚上8点哦，是新鲜。蘑菇吗？对对，这个是香菇，好吗？鲜的蘑菇。鲜蘑菇，对呀、对呀、妈妈会煮。来放进去烤，我放180差不多，你先转个5分钟。5分钟。等一下，你再看一下。我们的这个虽然很简单但是很好吃。我们这个 cheese mushroom 芝士 mushroom 已经好了 ，nicely brown。你们大家可以去 try， 哇，他们都讲很好了，很多人讲。很简单的，你们晚上肚子饿就可以讲。你们可以自己去 try。这个是很容易吗？你觉得容易吗 ？OK 啦，容易啦，不错啦。OK， 现在把那个 bacon bits 姜吧哈，那个是咸肉的那个晒干的跟它放在那个上面。看煮那个锅贴，流口水啊，他们讲，哇，流口水饭。Nice，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香菇芝士香菇。仙姑啊，仙姑，这是仙姑，这不是香菇。